绿车行进中突然偏离车道，追撞外侧小货车，两辆车爆冲失控，往路边撞，车壳零件瞬间喷飞。事故现场一片狼藉，遭撞车辆车体凹陷，钣金脱落，可见撞击力道之大。而这桩意外就发生在桃园市平镇区24号中午，碰撞的巨大声响吓坏附近民众。你就听到声音才出来看？对啊，对啊。有吓到吗？有啊，很大声啊，一部车撞四部车。根据警方初步了解，肇事修旅车驾驶声称是为了捡副驾驶座物品才酿成追撞，但这一个不小心造成5辆汽车、3部机车通通遭殃，一共有4人受伤，其中小货车驾驶伤重不治。而同样是死亡追撞车祸，下午1点也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区，一辆黑色宾士轿车加速爆冲，撞向停放在路边的9部机车，一名原本坐在机车上的7旬外送员遭撞后夹在7机车之间，送医后宣告不治。很大声撞到啊。就出来看，就看到一个人被压在下面了，就很多人把那台车就把它翻过来啊，把人救出来，这样就开车那个人说不要翻他的车。事故现场血迹斑斑，惨不忍睹。而原来当时肇事宾士驾驶也是为了捡车上东西，误踩油门酿祸。一个中午就发生2起开车分心导致用路人无辜遭撞，命丧轮下悲剧。肇事驾驶得为自己危险行为付出代价。金春杨仲强、谢荣瑞、郭彦廷、吴宇谦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